我跟他说，演唱会我们一起来玩呢、啊，他就马上就说好啊，有时间就来。可是我后悔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的嘉宾都很好笑，然后我就很怕，我没有梗，看哈利有求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清风骑摩托车的，还拿照片。对，我们也可以骑下来。我们来骑下，我比较适合。哎，压车，压车，压车啊，他的 A 卡，我真的压力很大。压力是很大，不会啦。我刚刚有在一个角落在看你的表演，在一个角落，你刚刚隐身在其中吗？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你的口才很好，你可以去主持圆明台。我早就说我可以主持，你可以主持节目，很会带动气氛。我今天有帮你准备一个东西，什么？因为我要帮你调节你的身体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想歪啊！不要想歪，我只是调节你的身体，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唱了六场，喉咙啊什么应该都会比较虚弱一点点，帮你做一个补充营养的饮料，这样。哎，来，帮我上个道具，上个道具，来来来，上个道具，哎，不要闹哦！我没有闹你，我是真的，我国小是调酒比赛冠军的。你有没有觉得？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小时候的外号叫三文，英文叫做我不喜欢喝泡沫红茶，我不喜欢的。我真的很用心帮你调了一杯了。你会吗？我真的会，他保证你可以再唱十场以上都没问题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好喝的，真的好喝的。你是刚刚有那个吗？就是摇。我已经摇过了，摇过了，摇过，一定要这样摇哦，哦。哎，为什么要笑？我说一定要这样摇，没错啦，哈、哦。没错。没错。你这些，你的歌迷都还蛮哦，很会想象。哦、干杯。不是要干杯吗？用干杯啊！原住民的，可是我跟你又不同组。没关系啊。他们也跟我们不同组啊。你们是哪一组啊？感谢组。他们是感谢组的。感谢组。我是阿密斯，阿美组的。卑南组来。卑南组的，干杯的啦！干杯。干杯！哎呦，好难喝，不好喝嘞，不好喝嘞。对啊，那我们收下，收下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我该走了，我差不多该走了。真的不要这样子，你不是还要再带来一首歌吗？没有，我们彩排只有舞蹈而已，不是吗？要不然你要我上去要加钱哦。好啦，怎么这样、啊？你再叫，把你眼睛拔起来了，戴个蓝色的，看着就很奇怪，你演技问题哦。比较好看啊！好，很好看，很漂亮。那我真的要谢谢你，真的，我给你要给你一个很大的拥抱。好。罗志祥真的很挺。很挺。很。我知道我很挺，我很挺你，我知道。很挺。很挺。你笑奇怪，阿妹很可爱，阿妹。我跟他认识了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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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，有一年的金曲奖，他得了歌后，然后我就故意恶作剧要整他，我打给他装记者，
我说喂，哎，阿妹吗？我是什么报什么报的记者啊？听说那个金曲奖你得了，你什么感想？我说啊，很开心啊，很开心。但是你知道那个金曲奖好像有一些错误，那个奖应该还我呢。他不敢面对现实，把电话挂掉哦。我先走了。哎呦，我车已经叫好了。哎，你有痰呢哦，你刚有痰呢哦。你说叫车，我吓一跳。为什么？真的叫车了吗？我衣服要还啊，酒店要还。真的吗？你以为我平常穿这个出门哦？神经病！又不是你穿这样去西门町逛街的。我走了。谢谢。